今天早上醒来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突然看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脑子里瞬间嗡了一下，我既紧张又害怕。你谁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就在我一脚把他踹飞的时候，没想到，我赶紧掏出手机，让二姐来救我。帅哥一脸茫然的看着我，我生气的质问他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掏出了手机，我好喜欢你，你做我男朋友吧。我喝多怎么会是这个熊样？冷静过后，我和帅哥尝试了各种办法，都无法把脚丫子拯救出来。由于我的情绪不稳定，隔夜的酒精突然在胃口里翻腾。下一秒，帅哥疯一样的向厕所跑去，脱下他的上衣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腹肌。就在我好好要欣赏他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该不会是二姐来了吧？我拉着帅哥往门口跑。二姐火箭一样的向帅哥冲起，一把摔倒在地上，搬起他的高抬腿，一脚下去。